大家好，我是潘友杰，潘老师 Keith。 我七岁开始学钢琴，后来考了入去香港演艺学院主修钢琴，后来硕士的时候我都亦都去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，亦都读完演奏家文凭，所以大家口中所讲的演奏级我都考过晒。在教学经验方面，我是有在不同的音乐中心担任钢琴和音乐老师，教学生方面我有超过十年的教学经验了。对不同的学生，我会用不同的教学手法，我会因材施教，令小朋友真心喜欢和享受音乐。我不会盲目地催逼他们考级，希望他们真的循序渐进和注重基础的训练。教材方面，我会用广泛和多元化的教材，令学生掌握不同风格的演绎。我的强项是注重基本功，我会用不同的特别的方法，令到他们基本功非常扎实。有了扎实的基本功，你才可以弹到一些难度高又好听的歌，亦都表现出一种正确的演奏方法和姿势。想学琴的话，记住来找我了。